这个多少钱？20。好，拿20拿一点。好，够了，不要太多。再见。谢谢你。油菜2块1把，油菜2块1把，便宜了。油菜两块一把，便宜了。1块。爸爸，我跑，我回家，我家吃水果。那走吧，你跑，我在后面跟着你啊。终于到家了。放下，别摸，放下。要，拿不住了。哎呦，掉下去了。水果，这芒果5个，20块钱，真贵呀、啊！这樱桃1斤，20块，真贵呀、啊。菠菜跟西葫芦1个1块钱，一共4块钱，这还差不多。小白菜跟莴苣，一共花了3块钱。爸爸，我们以后少买点水果。贵啦！那你不是喜欢吃吗？我是喜欢吃，少买点水果啊！啊，好嘞，听你的。我们先来吃点樱桃吧。走，我们去洗一下。这个芒果核也太大了吧！2个芒果只切了这么点喽。哇塞，香甜的奶香水果，好吃吗？这个芒果的味特别的大，很甜，还是屁股樱桃，我的屁股，樱桃好吃还是芒果好吃？芒果好吃啊。我家的乌龟这两天对我感情可好呢，我只要一过来，它就向我跑过来。那时候妈妈想不想知道我的小乌龟喜欢不喜欢吃我这种喜欢吃的水果呢？就把它带过来。我现在的乌龟不动，我给它引诱一下，它就动了哟。它最近嘴巴馋的都不吃龟粮，只吃虾的米粿。你看它来了，等一下，引诱一下它。来，过来，快来。把你弄得太不好了呀。我们邀请他进去吃水果吧。看我们的乌龟有事到场了，现在我们来看看最喜欢吃哪一种吧，是看芒果吃不吃吧。居然无动于衷，现在看樱桃吃不吃吧。他也不吃，等会拿香米看一下吧。哎，他居然不吃香米，他要干嘛去？等你去。他居然都不吃，我们看一下他在游泳池里吃不吃吧。小仙米他居然吃了水果，看一看吃不吃吧。吃芒果吧。他还是最喜欢吃小虾米呢。他以为你又给他喂小虾米了。再给他喂一个吧。好啊。再来一个小虾米，给它引诱一下它。给它叼走了呀！就是把它给它叼走了。哎呦，它可挑食了呢。自从吃上肉以后，再也不吃龟粮了。对，跟你一样爱吃肉，爱吃菜。
写完了。哦，我的老妈妈呀，我的腰都要骨断了。哇塞，今天是什么面？爸爸，我爱死你啦！大肥肉，这个山西的面真的非常美味，来尝一下吧。不是。好了，那我们下期节目见吧，拜拜，一起跳舞。